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大家晚上好，又来到我们知识上架啦。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由大众书局跟布谷出版社还有沙爷读书会联合主办哦。那今天我们高兴邀请到 Dato Desmond 还有我们的 Dating Grace 啊，欢迎他们今天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新书啦啊。这位是 Dato Desmond。 好，那这本书啊，其实是在我们在 MCO 前准备的吧，就是在这个期间准备啊，很难得啊，这个是相当激励人啊，因为巅峰人生在 MCO 出版哦，其实是相当鼓励大家。那想问一下，Dato，你为什么想要出这本书哈？当时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当时呢，我是觉得整个 MCO 下来哦，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受回影响，是就是很紧张，不懂要怎么办，没有方向又没有方向，是包括我们本身也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哦，我们都是做 offline 的。我们都没有做 online 是啊，对。那么那时候一下子这样子要被关在家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哎，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们同一个情况，是不懂要怎么办。是，那么就刚好就遇到也很得空嘛，在家，是。而想到不如就是写一本书吧，是啊，就在家刚好有空档的时间啊，然后也要顺便也可以鼓励大家，是哦，可以从 offline。其实也可以走出一个 online 这样子，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创一个事业了。是，所以就想到这样子写咯。然后这个行业也是很多人其实都不是很了解了。我是觉得是这样。是，没有错。对，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也在这个行业做了20多年。OK。我看已经超过23年。对，我们已经做了23年。是。那么我们就想是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很好的一个 wisdom。就是我们的经验啊知识啊来传承给大家，是就传达给大家，那么就想到写这样子的书，顺便也激励大家在这个环境之下一样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来创业。是，所以可能不讲各位观众你还不知道那个我们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写关于直销论文的作者就是 Dato Desmond 啦所以当时你是在大学就写这个论文啊。对，为什么你会因为大学生会选择这个直销来当成他的这个论文啊？应该也不多吧？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topic？ 还是你那时候就应该是我还没有写之前是完全没有了，都没有这个，因为我本身是蛮排斥直销这个行业的。是哈、哦。对，我在中学我就接触了，那时候很多人都来。找我们就我在等成绩嘛，对，就找我来加入这个行业这样子那么我就觉得这个行业应该是一些没有练过书的人做的，没有练过书，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okay, 那么我就跟他讲不如你找我妈妈这样子咯所以我全部都推给妈妈结果妈妈就加入了20多家传销公司，都是我害的20多家，那也太多了吧？对，全部。所以你就帮你妈妈做分析，是不是？就做了这个研究报告。没有，就是我因为我不要去就是去entertain 这些人，就应酬他们。对，应酬他们就给妈妈，那我就进大学咯那么进大学很奇怪。等一下，大都，我再问你，像你妈妈应酬 OK 吗？你不应酬就变成你妈妈应酬对，最后就你妈妈应酬了20多家。对，这个里面20多家应该有包括 MV 啦、New Skin 啦，有吧？应该都有啦，很多啦，很多。因为我都完全没有听的。可是话又讲回来，应该都要钱吧？因为加入你至少有一个基本费用。对，所以妈妈没有抗拒吗？我没有去管了。那么妈妈她去听了，她了解之后，她觉得她可以进，她就进咯。她觉得不可以进，就没有进咯。明白，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妈妈后来有做吗？没有做啦。哦，没有做。就是马应酬这样子。所以还是你做的比较出色。那个是后期的事情。所以后来呢？后来我们就进了大学，就是发现到很多大学生其实也在做这个行业。我也是吓一跳。是。那么直到有一天我一个好朋友他就拿了一个杂志给我，对，就讲美国有大概杂志的头条是这样子讲 OK 美国商业联系人杂志他就讲到美国超过20%以上的百万富翁都是从事这个行业，而且直销出来的，对，从事直销，而且只花了6年
就赚了$100,000。嗯，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哦，这个文章启发了我，那么我才因为我算来算去哦，那时候你几岁？我大概在大学第四年吧。哇，1994年是23岁啊。哇，这么早哦。对，哦，嗯。23岁的时候，所以你当时就看了那篇文章，然后你就决定说要做直销吗？不是，我要去研究它。哦，因为我算、okay. 我用计算机算是不可能的。嗯，你怎样卖哦？你花消耗全部时间，也不可能赚$100,000啊。以你个人的能力，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嗯、所以我就很好奇直销呢，我就选了这个来做我的论文。啊，你的 thesis 啊？对，嗯。那么写的时候，我是有去参，就是去参加一些的课程啊，嗯、就去很多间、嗯、公司是去 attend 咯、嗯，去听嘛，因为我要写论文，一定要去研究是怎样的做法、哦。所以你是属于送上门要加入直销的，因为你一定送上门啊。对，其实，所以我以前在台湾读书，其实有很多台湾朋友很惊讶，他说：“哎，你有做 MV？” 我说：“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做 MV？” 你知道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做直销很有名的。我们其实，在马来西亚去到台湾做跨国 leader 的，有不少是马来西亚的。对，甚至是很多组织都是啊、就挖角这些厉害的这个组织团队了哈。对，所以他们就讲，那时候我有看到一个资料、哦、大概是讲每4个马来西亚人有一个人曾经做过直销。我不知道这个只是坊间的一种玩笑话还是真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讲哦、嗯、我们是讲哦，在马来西亚几乎每一个人哦最少都接触5家传销公司。哇，最少，这个数量很多哦。对，嗯 嗯，因为马来西亚是我相信是全球最多直销公司的国家来的。哦，是哦、嗯、哦，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因为我认识的客户有几个是做直销的、哦、他们现在还有在做，哇，不过就是比较小型经营啦、哦、所以你觉得马来西亚为什么有这个条件成为世界上这么密度高做直销的这个行业，从事这个行业 ？OK， 我是觉得、哦嗯、初期都是华人在经营了、嗯、这个事业。是。那么我是觉得马来西亚的华人哦很优秀。嗯，几乎就是每一种语言、哦、他都可以掌握，对，他不只是单一语言他们会讲，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对，如果你比较别个国家的华人、嗯啊、可能在台湾他们就比较厉害，是 某些语言罢了、嗯、香港就是可能广东话，就是主要广东话。对、嗯、那么马来西亚的华人、哦、几乎什么 话也可以，对，什么话都可以讲，福建话也可以，华语也可以，而且还会讲马来话。是是，有些还会讲印度话也有、哦嗯、英文也是不错、嗯嗯，尤其你们东海岸的应该更厉害，更多语言、哦、所以可能这个是一个先天的，我们讲一个很优先的条件、嗯嗯、就华人初期啦。那么后期的话就发现到、哦嗯、这个行业、哦、它的 入门槛 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说大家都不需要很大的资金，对，资本，对，就开始来从事，可能几十块钱，对，填个表格就可以加入了。对，那么就吸引了很多马来同胞啊、嗯，就开始来参与啊。嗯，那么我们也是开始在做马来同胞的市场哦，就开始包起来。嗯，对，嗯嗯，所以你前后接触这个行业做到现在，就是我指的是目前你做的这个公司已经有20多年了，23年。23年，所以你一开始做就是这个公司到现在。我一开始我是加入我研究的公司开始啊。OK， 有一间公司叫康盛啊。啊，好像金丝集团的、啊。对对 对。金丝集团那个、嗯、卖一些印度草药类似这样的，所以我是那边我开始接触，对，接触开始去做，不过到毕业之后我就停了啊、嗯、啊，因为没有。为什么？还没有找到一个真爱吧，可能还没有爱上他，还没有说真正看到真的值得我们跟他继续走下去这样子啊，没有打算跟他结婚了，对，跟他玩玩而已，开玩笑。所以你那时候后来这个公司应该都不在了吧？有，应该还有，还有啊，应该还有，还有在哈、嗯。哦，我以为已经不在了，因为我很少听到康盛是吗？对啊 ，OK。所以这个后期好像有换了名字啊，他有换名字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所以你先做论文，然后研究了之后，你才去了康盛。那后来你离开，是因为你毕业就
对，我毕业就是去上班啊，嗯，就找到银行的工作啊，就专心在银行上班了。嗯，对。所以银行做多久？为什么会？银行我大概做一年半了，其实。哦。因为本来是带着很高的期望在银行的，因为我的经理告诉我，你如果很努力的，就有那个晋升的机会。明白。那么我们也是很努力在做了，拼。嗯，那么结果才发现到没有，不是那回事了。嗯，因为太多人了。所以你那时候主要是在吉隆坡还是在广丹？苏棒。哦，也是在 KL 就对了。我的那个银行那间分行是在苏棒加亚。嗯。那个 SS 15。哦。对。哇，那个是各位，这是珍珠奶茶街。对对，它就是那条街。就是这 corner 第一间。哦、对。OK。不过我才做一年罢了，你才做一年后之后发现到那个晋升的机会哦，因为太多人了，嗯，所以你没有办法可以去到很好，那么我就出来做销售的行业，嗯，因为至少自己可以掌握自己要，所以那个销售行业是自己创业吗？啊，不是，也是找一个国际的一个意大利的，意大利的公司，对，是做专做建筑材料的。嗯嗯，所以我就在那边就是做他们的先锋啦，开路先锋。嗯，因为他也是刚刚进来马来西亚而已，是他一个意大利 company。 嗯，所以他要就是开始马来西亚的市场，要开拓这个市场啊。啊，那么就找到我们这种年轻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就可以跟他去创业这样子。是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Dadin Grace， 他本身是也做了也是差不多有20多年是吧？关于化妆啊，这个美容啊，是算美容产品吗？你自己的对啊，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在这个行业的那个经验。对，基本上其实我们都是合并，就是这个直销公司的产品啦。啊，所以因为就是在加入这直销公司过后呢，那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去有一个专业的知识嘛，那是很重要。那我们就有到去台湾，那有去进修这方面美容啊、化妆啊、瘦身的，然后我们也去参加很多这种课程这样子。嗯，所以就大概其实有接近有20多年是对的。是。对是。然后就把所学到的、所知道的、所了解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教下去这样子。嗯。那其实我们要进入这个美容的市场，重点是其实我们想建立，我们通过这样子一个柔性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的组织啦，其实这个是起初我们的一个初衷，要经营这个美容的这一个概念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对。那我很好奇，你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们两位已经算男女朋友吗？还是很早就认识，还是什么情况？一般我们常讲夫妻最好不要一起工作了哦。当然很多人这样，我自己不认为，可是我这个愿望也没有办法达到，因为我老婆也不要跟我工作。所以呢，她曾经是跟我，她是我员工啦，后来变成我老婆哈。那她也不要跟我工作，所以我在想，你们是认识？我们小学就认识了。哦，对对，小学那她是我的。各位，这个算是真爱哦。小学就找到真爱了。对对对。小学我们是同一家小学嘛，她是我的就是 senior 嘛。学长，对学长，那我就小他一年的，啊、对对，然后就大家认识，知道自己小学就认识了，小学就认识，就知道有这样子一个人啊，对。所以那时候小学认识他多的时候是臭男人还是好男人？啊，是臭男人，就是小孩不懂啦。所以你一定没有，那时候你对他的印象是怎样？都没有说特别怎么印象，因为其实我小学嘛，通常会认识就是可能有上台讲故事比赛啊，或者是歌唱比赛啊，那可能有上台的人可能就特别会注意到这样子。可是他在小学应该他是属于也是比较近的但是他的同学就比较随时能参加歌唱比赛，因为他们都是掺在一起，就这样子就大家知道这一群人是谁这样子。嗯，对对，嗯，所以小学认识，小学认识，可是还没有来电。有缘的时候还没有分哦，还没有分啊。所以什么时候你们正式开始？正式开始哦，正式开始就是大概我是19岁，就是我在18岁吧，18、19岁， okay. 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高中了，那他就进了大学，是，对，是，就其实是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因为他借了，就是他的同学就借了 textbook。读书我们的就是课叫什么 textbook 是吗？对对，课本，课本，对，那课本呢？因为课本上呢就有抄他的名字的。哦，你跟同学借 textbook？ 同学借他的书给我。啊，他的同学借他的书给我。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读那个书还是不要买？我就是啊，对，二手就跟父母省钱嘛，对不对？那就这位同学知道我需要到，就是可能一些。学长的书本这样子，然后就借他的书本给我读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每次要读书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是在前面第一面，所以你先看他的名字，对，看久了之后就对，潜意识就进了，进了潜意识，然后对，哎，又是这个拱事件啊，是是，所以你是当时在书里面是用签的吗？还是 chop 的？哦，哇，你还那么硬，还做一个 chop 来 chop 你的书哦。OK， 他 chop 在第一面，跟 chop 在旁边的啊。OK， so 你其实那个时候你都知道他是谁吗？知道啊，都知道，对。所以借完书了之后，借完书了之后就好，就有一次有机会嘛，就是他刚从大学回来的时候，刚好我就在放假的时候，暑假在做工呢，就他在逛街的时候就重一回嘛，那我就啊，这个人就是我借他的借他书来读的。然后就这样子开始就开始聊天，就开始在一起了，就是开始有好感，有好感了啊，有好感就展开了啊，这个爱情的长跑了哦。所以你们大概在这一段时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婚姻？哇，我们很久了，我们拍拖差不多七年呢，七年都是远距离的。哦，就是你在 KL， 我在州后。哦，你又去到州后？我在公益大学啊，哦、在 school day 嘛、哦、，school day， 他是在关丹，对，七年之后，嗯，可是你读大学有读那么久吗？五年啊，读五年啊，然后出来两年，做工之后才结婚。哦 ，OK， 不错，所以一结婚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决定投入这个事业吗？还没有结婚前呢、啊，就已经投入了。就是我。出来大概一年多，我才接触到这个 Forever。那么我开始经营了，其实他是没有经营的，他是在做保险行业。对。那么之后我们也是有在每天都在比较这样子了。那时候也没有走在一起了。OK。就大家比较，然后之后他刚好遇到金融风暴嘛。是。那时候1997-98年。所以那么他的生意很大影响。对。那么他又看到我生意起来，对，一直起来，那么之后他就才说决定跟我一起来从事。那我们从事大概几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OK， 所以在从事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做直销当然到最后你们有这样的成绩也不是每个人得到的啦齁。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所以让你们走到现在坚持到这么久，还是说你们一开始那前面那几年一开始就已经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还是其实这条路有一点艰苦，前面还是要吃一点苦头啊？可不可以分享这一段？其实我认为你做什么行业，你要创业都要吃苦头的，都一定会有的，只是你要重点是你那个信念有没有在。好像我本身因为我有写过论文，是，所以我知道在很多先进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这个行业都已经爆了，爆发，就是很多人在从事。那么我也看到马来西亚的潜能，说这个是我的信念啊，说我很相信它，所以我不管什么风吹雨打，我要坚持走。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我的一个价值观呢、啊。所以那么我们也觉得要有那个什么坚持度要有咯，然后我们也会要做好我们自己计划我们要做的东西。所以要很有我们讲 discipline， 对，很有 discipline， 对，很纪律，就是要每天就是很 discipline 的在做啦，就是不是来玩的，因为很多人来哦。因为没有付出嘛，不够认真啊，而且也没有投入很大的资金，他们可能就会玩这样子。是，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我们，因为我们要出这本书，其实我们几次开会嘛，对，我也有发现说，其实你们还蛮忙的，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啊，你们在忙的过程哦，其实那段时间都在 MCU 啊，你们怎么忙？你们可以出去吗？哦，没有，我们都在做 online 线上的，对，都是在做 online 的东西啊。看，对，是是，因为我们抓到那个重点了，因为其实这个 pandemic 哦，这个 COVID-19 也帮我们不少了，因为它是什么？它的整个模式啊 ，COVID-19 的模式哦，就是人传人嘛，是。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四个，四个传八个，八个跟传销一样了。对，他很懂传销。对，就是 COVID-19 他们就是整个这个组织很厉害，一下我只能说对很厉害，一天可以传到百多万人。对，这个组织很厉害。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个重点哦。是。那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做，一定要选这样子的模式来跑。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找一个是不会被这个我们讲 lockdown 的，因为这个 pandemic 来哦，政府还可以 lockdown 哦，他关我们在家哦，他就给 lockdown 了嘛。那么我要找一个行业哦，用这个模式又不会被 lockdown 的，就是可以做 online 的。是，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就在 online 哦，这样子来传哦。对，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样子来传哦。所以你们是在这个。应该是我目前听到少数的行业在这个期间哦。是可以 viral 生意，可以把它变大的。对呀、啊，我们在这个期间已经成长超过80%哇，恭喜哦！所以意思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今年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2020年真的很辛苦，然后也不知不觉我们就走到年底了。对，那这个再过可能几个礼拜我们就过年了哈。那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很多人都在观望啊、裁员也很多哦。那所以你们这个行业基本上，因为我据我所知道 ，Forever Living 这个品牌也是很小的时候，大概我记得我不知道是中学还是小学，我都忘了。我就看过那个黄色的罐子、塑料的罐子、有一只老鹰是吧、有一只老鹰哈，写着 Forever Living， 然后他们跟我讲是芦荟汁是吧哈，对，然后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当时以我们的家庭应该没办法消费，也不便宜啊，对我们的家庭来讲、所以到现在这个品牌或这个产品在你们的理解底下，它的成长空间还有很大。对对、那对于，因为我做你书当然比较了解，就是说你的组织团队里面马来同胞朋友是蛮多的，那他们是怎么看这个事业呢？因为我相信应该很多观众朋友是不太理解，因为甚至我在做你这本书，我有跟一些朋友提起 Forever Living， 他们甚至都已经很长时间在西海岸这一带是比较少听到的，是不是已经趋势走到马来社会？因为其实我们坦白讲，很多华人圈子的生意人对一些马来人流行或者做的东西，其实我们不太熟的。我觉得你们在东海岸，其实你们的敏感度可能都会比西马高，我们的圈子都是以华人为主嘛。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下我是觉得现在应该是西马开始更旺了、是因为我们讲人口来比例啦，我们东海岸的人口其实是很少的、你怎样做的话它都有它的一个 limit 一个限制，反而你看 KL 雪兰莪这个地方哦，它的人口是很多，包括我的很多东海岸的这些伙伴是OK， 他们都攻来 KL 啦，攻来西马这边啦、就是攻西海岸这边都攻来这边了，所以我觉得它的空间是蛮大，为什么？就是说它的第一，它的产品哦，很合理价钱，就到这么多年来哦，10年20年哦，它没有像我们的通货膨胀这么厉害的哦，它还是保持在100 ringgit 以下。就这个公司的90%的产品哦，都保持在100元以下，就是日常生活消费可以 afford 的，所以就会吸引到很多的马来同胞哦，他们也可以经营，为什么？因为他的客户啊都用得起嘛，是，因为他价格很公道，所以我们才容易去推广，虽然它是美国入口的产品，进口的那么很多公司美国入口、他们都一直在涨，因为马币在掉嘛、对对对，用美金来兑换，它产品都在涨。不过 Forever
很奇怪哦，他老板哦，他就自己 absorb 的，做这个马币啊、吊啊、那美金哦，他都是保持那个价格在那边，所以他是帮我们不少啦，这方面，就变成我们也很有信心，就是跟他去发展，像大豆，你在这个期间啊，像尤其是今年啊，你的刚才你也讲业务成长了差不多有80%啊，那在组织对你们这个生意是不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组织越大会不会对你们的生意而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组织大哦，业绩就跟住大嘛，业绩大哦，收入就跟住高咯，都是这样子咯，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业绩做好的，组织一定要大的，因为很多在这个期间哦，很多人失业，OK， 还有很多都在找备胎，有些没有事业，不过他们也有一个心理准备，他们也希望可以找一个备胎，万一不，即使老板裁员，他们也要找一个备胎，有一个多一个选项，所以就很多人加入这个行业了，所以你在组织部分啊、你怎么样让你的组织啊、变得更强大？比如说你怎么复制这个部分？我相信。以这本书你们出的这个是我们的副标题，就叫做打造荣耀的团队领导力嘛，我相信你复制领导力一定有你的一套方法，对，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去从事这个行业里面啊、打造你的领导，你用了什么方法？像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是用线上用 Zoom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工具嘛，那你觉得这个距离OK 吗？可以 manage 得到吗？然后效果好吗？还是你偶尔还是会有一些活动是做线下的活动，等等，那在马来社会是怎样的状况？可以分享多一点关于马来社会那部分。可以，可以啊，我本身呢，我不是线上的人呐、所以我一直都是我是很强在线下的啊、都是在做 offline 的。那么这个 pandemic 哦，这个 lockdown 来哦。它改变了我的观念，因为我是被逼要做，以前我们也不懂有 Zoom 啊，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去用它的。然后一开始用哦，发现到哦，那个效果哦，我们真的整个地球变平气，在这个期间哦，我们可以发展到10多个国家嘞，就是很多国家还没有到过的哦，就因为通过这个线上哦，它因为他们也 lockdown。对，除此之外啦，因为线上那个力量啊很强，就变成我们都开始扩充到啊全世界的市场，所以我觉得，哎，我要开始改。现在你反而你叫我回去 offline 我还有一些不习惯，对，我反而是喜欢上，而且没有效率，你会觉得喜欢上线上的哦。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沟通也是在线上，你还记得？对，我们就是开 Zoom， 然后就请我同事，我们就安排会议。一 Zoom 就关单 KL， 你看好像国际这样，这 就可以谈话了，对 对，所以这个当然也是环境造成啦，所以大家也没有别的选择，被逼。那尤其我自己也观察，在吉隆坡蛮多这些零售点啊，他们也开始用支付的系统，而且还蛮多的。对，连我现在去巴萨有时候买一个小东西，巴萨档口都放一个 GrabPay 或者是那种。那个 touch and go 的 scan 那个 payment gateway 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很多的生态，在你们的行业也是。其实在这之前哦，我们已经跟就是我们公司已经开始要走入这个线上，对，就是会做自己的 apps 啊，那里面哦，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里面买东西啊。不过这个 project delay 了一段时间。所以幸好就是那个 lockdown 一来哦，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去买，你不能去 stocking 上面拿货，所以就加快了这个步骤。所以公司立刻在3月，我看4月就开始推出了。所以变成这个整个系统哦，其实就帮了我们很多。所以你说现在我们的人哦进来哦，再多的人进来哦，我们都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的店哦已经开24个小时了。是。对，以前是。Normal working hour， 所以大家排队排到那个时间到了啊，7点、8点、9点一关门哦，就大家都没有 production， 是都在家不可以买东西嘛。那么现在店开24小时哦，他帮我们真的很多。而且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哦，面对哦整个严重缺货的问题啊。是哈。真的没有试过了，我们做20多年哦，没有试过买到没有货啊。对。是。真的。
那个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有没有注意啊，其实这个也发生在台湾啊、就是虽然台湾的疫情没有我们的严重啊、可是在做这个美容产品的行业啊，他们连那个所谓的 container 啊，那个放那个那个什么这个容器，我们有时候保养品这些都要容器、那容器的罐既然断供，就是断裂掉那个供应，所以全世界在抢，比如说10个 ml 30个 ml 50 ml 的罐子。我那时候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也不太难，就是射出那个保养品用的，尤其是他有讲直销公司用最多、啊，各种直销，因为我们要用容器嘛、那个容器呢，后来我想说应该是 plastic injection mold 应该是没有问题，原来啊现在全世界做这种工啊全部都是来自中国。所以当时中国 lockdown 的时候其实影响供应链、然后就变成抢，所以台湾想说好啦，那中国的供应链既然有状况，我转而向韩国买可以吗？结果他们就跟韩国那边去询问下订单，想不到韩国的也是跟中国订了，所以导致有很多这些行业、变成有生意来不及，因为container 是那种是蛮占空间的，如果你没有 filling 那个东西是它折不到，所以它是蛮占空间的，所以就没有人，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接下来也是一段时间必须要可以解决的啦、所以我不知道你讲的断货是原材料还是包装，因为我有听到的信息是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全部是美国进口嘛，对对。然后当美国有也是很严重、他们也是蛮严重的，工作人员啊也不可以减少，对，减少什么，说整个都会影响的，是，就变成了真的第一次，而且我们真的是那个业绩哦，我也不懂怎样讲呢，很惊人呢，就是报道很惊人，有史以来哦，是啊，有史以来，因为可能就是那个观念哦，我跟你讲，就是从可能一天开10个小时变成一天开24个小时，OK， 而且人数又开始很多人涌进来嘛，开始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就一下子就爆起来了。是，所以接着很快我们就进入2021年了，那新的一年，那都你们的组织哈、因为我们在做这书，我们有谈到你们比较也 prefer 夫妻嘛。加入这个团队大家一起做啊，可能这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两个会知道事业在怎么进行嘛，就是如果是另外一半做另外一半没有做，他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忙是在忙什么、我相信这个东西会体验到。那在新的一年，你们在未来应该你们的组织会有什么样的做法？OK， 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子哦，我们想法跟别人就不一样哦。OK， 你现在讲两夫妇不可以一起，我们反而觉得一定要一起。对，因为如果没有一起哦，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当你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哦，就是根本很难沟通。好像一个律师，老公是律师，老婆是医生，你根本都没有办法沟通的，他们的工作啊什么都没有，而且大家的目标可能就不一样，所以可能这个还会反而会导致离婚率很高嘞，因为大家不了解，对，不了解，然后反而你反观我们这个事业哦，你看我们的组织啦，是都是夫妻档，是，然后而且最重要是我们做好一个榜样，对，我们做好榜样哦，我们找的人哦都是一加一，就是买一送一啦，我是这样讲，就是买一送一，找一个老婆就多一个老公咯，找一个老公就多一个老婆了，是买一送一的行业，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行业，是，而且大家都会可以生活化这个东西，不需要去分工作跟你平时家庭，你没有这样子去分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一起了嘛，都有共同的目标嘛，是，所以你去到哪里还是极力去玩、去到哪里玩到哪里吃到哪里做到哪里，你都可以做这个事业，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是蛮好卖的，包括我们组织网你看到为什么这么多夫妻党会来哦、因为他们也看到真的有这个必要哦，两夫妇哦要一起哦来从事同一个行业。以你们目前这个结构啊，这个生意的结构有比较多是华人的同胞还是马来友族比较多？你的组织？如果现在来讲的话呢，我的组织哦，大概我看有
70% 占是马来同胞。哇哦，对，是，所以变成，所以你应该是讲了一口流利的马来文，还可以了，还可以，可以上台演讲的那一种哦。哇，我蛮好羡慕，因为其实啊，我跟你讲，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住槟城呢，都是华人多的地方。人生里面没有几个马来朋友，坦白讲，因为从小就华侨，华侨，华侨就没有。有时候还蛮羡慕的。坦白讲，马来西亚，我觉得东海岸的华人是有一些特殊性。你们从小应该都很容易接触到马来同胞吧？对，对我像我从小其实我就是对好朋友是马来人。对，对，嗯，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会让生活更多元化，尤其是。我一直觉得文化的交流其实蛮重要，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嘛。我们常常都活在自己的圈子，我常常这样讲哦。所以最后那都我想问一下，那这本书我们现在已经出版了，那可不可以推荐给前面的观众朋友啊？这本书为什么值得大家去阅读？你在书里面分享了哪些点哦？先大家都讲，但是你要讲一点哦。好，大家都来。OK， 好。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这本书基本上在 Popular 大众书局各分行都有啦，都上架。就算你找不到的 outlet， 你也可以透过网络直接在网上订购，你就可以买到这本书啦。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本书。那我们先请大家都跟我们分享为什么必须要买这本书。OK， 嗨，大家，我要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书哦，里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哦的一个经历啊，是是，我觉得你们两夫妻的经历，对我们的经历很，我觉得就要从排斥到接受，到爱上他，到疯狂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哦、疯狂、哦、对那个故事是很精彩的，从25年前哦，我写这个论文，1995年，那时候哦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 theory 理论，那么之后哦，2年后我开始真正的从事这个行业，毕业出来，就20多年了，很快哦，一眨眼哦就已经20多年了，那么我感觉有必要哦，这交代啊，这20多年哦，我们经过的东西，我们的知识，为什么一个别人不看好的一个行业，我们可以带出这么多人成功，OK， 我们要带出我们所经历的哦。什么东西别人没有看到，我们看得到的，我们就在整本书里面交代。当然，我很相信马来西亚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他们来自不同的公司啊，不同的 company， 说我是觉得是值得他们去看的。是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同样需要这样子的激励。那都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做他们这个公司的直销公司哈，其实他的其实都值得你们去参考，因为可能会碰到问题，应该都是如你所讲的，都是大部分都大同小异，经历过的故事嘛哈。那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支持的。那那丁呢？为什么要买呢？为什么要买哦？因为就像刚才达多讲的嘛，那其实最主要是要通过这一本书哈、你可以了解到就是我们夫妻嘛，是夫妻其实是如何通过一个一起去搭配啦，可能有一个对的平台，大家一起去搭配呢，去经营一个事业这样子，对。然后看这本书呢，其实你看下去，你绝对是肯定会追的，那他妈妈其实真的是。那天看的这本书真的是用放大镜来看的，真的是一个晚上直接就看完了。然后他是追的，因为他讲他就是看到一直想追下去。对，用放大镜哦，整80岁的人哦。他应该也觉得很开心啦，看到你们的成绩这样哦，然后在读你们的故事这样。我相信你们在这条路走上去应该也不是那么的平坦，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值得期待的哦。那好，那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谢谢达多跟达丁，希望你们的书大卖哈、我们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谢谢达多跟达丁哈，谢谢你。谢谢